我叫月神兔，来自豫园。别看我个头小，但我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大场面。我出生上海，玛雅和安东是我的好朋友。虽然我会说外语，但我们交流用的是我的家乡话。日多吉斯嘎，在灯火璀璨的豫园，我为法国的好朋友乐乐引路，我们一起感受山海奇遇记。在海外，我和我的好 CP 豫园拥有超级吸粉能力，甚至连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和中国驻国外许多领馆的大使们都纷纷发文推荐了呢。对了，今年是我的生肖年，我拥有与生俱来的幸运气场，陪伴狼队成员一起亮相英超赛场时，狼队3-0主场大胜利物浦，或许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呢。东方生活美学与英国体育精神，相遇即是上上签。很高兴今年结识了这么多好朋友，除了陪伴和好运，未来还会有更多伙伴来到豫园，我们会一起将东方生活美学的故事传递到全世界，打动更多全球伙伴。